大提琴宋月，还有小李，小提琴张宇，还有除了年轻人，哇，哎，你不调嘞？没有了。啊，你们没有不调哦？哎呀，怎么核销呢？这样，好，没关系啦，我们想办法嘛，我们还有小额投资啊。我会说多一点好了，下次啦，用刺绣的，啊，用刺，那绣很久哎，中文字比较长。好，那再来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异地，然后现在离开故乡，不管是在读书、在工作的年轻人，献给你们，路在哪里？掌声。Oh, my God.